主持昨晚又劝你退出，你为何如此执着不肯退呀？师父，弟子已经跟住持说了，要退就早退，如果见到洪静师兄受了重伤才退，弟子不是显得很胆小吗？哎，师父，你也不想你的徒弟被人家看笑话吧？哎呀，笑就由他人笑，笑不死人，刀枪无情，那才要命啊！君宝，退吧。不，师父，如果因为怕死而退出的话，那以后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。哎呀，都是老衲不好啊，当初心软，没有逼你退出。哎呀，有什么呀，师父，你不是说过吗？弟子有两条腿呀、啊，如果打不赢他们，我还可以跑啊。哎，不，师父说错了。君宝啊，同门镇大门一关，你往哪儿逃啊？是场新规矩，光是抱头就算认输，你一定要记住。弟子记住了。可是师父那样子很难看，弟子怕做不好。哎呀，这很容易做的，你看就这样。哎，师父，有人看着咱们呢。你可要记住啊。弟子记住了。张君宝，弟子在。打阵的所有规矩你都明白了吗？啊，我明白了。记住，认输了就双手抱头倒地。弟子记住了。那好，打阵开始。师兄啊，我看君宝这次去可是凶多吉少啊。请各位师兄指教。废话少说。还不出来呀、啊！连武功最高的洪静也尚且如此，
更何况斤两未够的君宝。觉远师兄，我看你的高徒还是不行啊。觉贤师弟，我的徒弟怎么样，用不着你操心。恒为师兄，还不准备好打锣？半个时辰尚未够，何时打锣，我这里自有分寸。哼，觉远师兄，无需动怒，就再等一会儿吧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师傅，我终于打出来了！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太厉害了！出来了，打出来了，打出来了！哎，君宝，君宝，君宝！哎呀，君宝怎么了？君宝，君宝，君宝，君宝！君宝，君宝，没事吧？君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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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终于打出来了，我终于打出来了，君宝，你没事吧？君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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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君宝。去！什么事儿啊？石勒国师和伯颜丞相求见。石勒国师和伯颜丞相上殿。微臣石勒祭祖参见皇上。哼，是你们两个，快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江南军情如何呀？石勒祭祖的先锋大军可有捷报传来？微臣有负皇恩，未能完成皇上的重托，叛贼如春风野火，越烧越旺。现在红巾军已经分成四大分支，流窜江苏、淮南、湖北、安徽、江浙一带，实在防不胜防。微臣只能是以静制动，审视而行。皇上，石勒祭祖按兵不动，分明是对叛贼恐惧，有心保存实力，图谋不轨，望皇上一定要明察。石勒祭祖，你有什么话说啊？败军之将，不足言勇。臣实在是心疲力竭，寸功未尽。微臣愿起，卸甲归田，侍奉慈颜，一终余年。皇上，石勒祭祖延误军机，损兵折将，失职失责，还有许多托辞狡辩，若不予以严惩，实在是难服人心呢。石勒祭祖，你太不争气了，难怪伯颜对你动气。皇上，微臣动气也是为了公事，可是石勒轻描圣誉，上了武当仍空手而归，这才是大不敬。什么？石勒祭祖，你这次没有带回太阴真经吗？回皇上，太阴真经乃是武当全真教的镇山之宝，丘处机婉拒交出。无能，他不给你可以抢吗？皇上请息怒，丘处机祭出圣祖所赐的金刀，圣祖面前微臣不敢冒犯。金刀？是的。对了，朕记起来了，圣祖的确把金刀赐给了丘处机。伯颜呐，这事儿如何处理啊？皇上，微臣单独有一事
要禀奏。好，那失乐祭祖退下吧。臣告退。皇上，失乐祭祖并非我族类，微臣还听说他与丘处机有勾结，现在他见红京义匪做大，心存异心，皇上你不可不防啊。失乐祭祖他的地位显赫呀，举足轻重啊，即使要惩办他也得有个周全的准备呀。你看朝中还有能人吗？皇上，微臣早已准备好了。那你说还有谁能在他之上吗？皇上，我朝天命所归，洪福齐天，上苍早已为我们安排好了。皇上，太祖皇在世时曾召武当长春子西行论道，无意中发现了武林至宝阴阳秘籍，太阴真经为长春子所得，从而造就了今日武当一派。太阳真经却为我朝御前侍卫总管赤壁烈所得，80年来他身居漠北，潜心苦练，成就尚在丘处机之上。若他出山，要是想取太阴真经如囊中探物。皇上，现在应该是召他回来为本朝效命的时候了。好，太好了。你辛苦了，老衲只是尽力而为啊。方丈，师父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？你打完针昏过去了，要不要去休息一会儿啊？是吗？也许是我闯过了铜人阵，太兴奋了，所以才昏过去的。你们看，什么事也没有。君宝，哎，你吸口气，点点你的膻中穴。哦。啊！君宝，君宝，君宝，来，你来坐，坐。啊！君宝，啊，你不要再强作精神。先前你与国师交手已经大伤了元气，我之所以不准你练武，是想让你好好的休养生息。可是你并没有理会老衲的好意，你要好勇逞强，硬闯这铜人阵。如今你的七经六脉已经严重受损，老衲用易筋经的内功强行打通你的经脉，但只能治标不能治本，老衲到此已经无能为力。方丈，您的意思是弟子的伤无药可救了？这无药可救的是你自身的作为。我，你身在善门，心在恶界。主持方丈，弟子知道错了，甘愿受罚。阿弥陀佛，本来迷途知返，善莫大焉，可是你在善恶之间不断的往返，你从无真意，利益成佛呀。主持啊，教不严师之惰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哎，要惩罚就罚我吧。师弟，佛门讲究一个缘字，有缘则聚，无缘则散，是聚是散不是人为能改变的。哎，主持，缘有善缘恶缘，君宝有善根而无恶性啊。
是。改恶从善，即为大善呐、啊！只要加强精修，定有作为呀、啊！好了好了，何去何从，老衲自有公断，师弟不必多言。君宝啊，啊，你虽是苏家弟子，可是你皈依佛门，从师受戒，就应下定决心把持戒律。可是，你一再破戒，你劣根难驯，与佛门之间已经无缘了。为保佛门清净，老衲唯有将你逐出寺门，永不收录。住持方丈，不要，弟子无父无母，无家可归啊！少林寺就好像是弟子的家，你不能赶我走，你不能赶我走啊！方丈，方丈啊，再给君宝以最后一次机会吧！方丈，方丈，方丈，住持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我只是身体有点不适。弟子罪不可恕。刚才主持为你发功，伤了元气了。多谢方丈救命之恩。君宝啊，老衲修为有限，没有回春的妙手。此外，海阔天空，说不定你会遇上奇缘。缘起缘尽，天命难违。你不要留恋本寺，你明天就走吧。方丈，再给弟子一次机会。方丈，是你，我要回去了。方丈，方丈，方丈，哎，君宝，君宝，我觉得住持方丈他怎么年龄越大，脾气就越怪啊？先是罚你去斋堂，又是不让你练功，现在要逐出寺门。君宝，你不会是做错什么事，得罪他老人家了吧？你别胡说，我并没有开罪他老人家，老人家对我也没有怎么样。那就怪了，我觉得方丈以前是很疼爱你的，怎么这次从武当山一回来，完全换了副面孔啊？奇怪，真是奇怪啊！还有啊，说他不担心你吧，他为你运功疗伤，自己还伤得那么重呢。这里头肯定有原因，师兄，你知道什么原因吗？想不出来，可能是他气我擅闯罗汉堂，不爱惜自己吧。可是那也不至于逐出少林寺啊，这样一传出去的话，你还怎么在天地间立足啊？这样的惩罚未免太重了吧。而且他们也说过了，如果能闯过罗汉堂的话，以前的错误都既往不咎啊。哎，君宝，要不然我陪你去见一下方丈，说不定他老人家会改变主意。不，千万不要、方丈为了我已经元气大伤，不能再去打扰他了。那怎么办？难道你明天就这么灰溜溜的走了？我们再去求他一次吗？对，去看看他老人家怎么样了。哎，君宝只是年少气盛，这是一时之错。难道除了把君宝逐出少林寺，就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了吗？师弟，难道说你也这么糊涂吗？难道老衲竟为了这点小事要赶君宝走吗？师弟呀、君宝跟你受戒十几年了，你最了解他，他有什么特性啊？此子静若处子，动若脱兔啊，动静相宜，悟性极高啊。师弟的观察深有见地。那么好，我们就来谈谈君宝的动与静。在动静之间，君宝是偏于动还是偏于静？他动若行云，静若泰山，
坦然大道，以静为根呐、啊。不错，可是君宝的生性是活泼好动的，你为什么偏偏说他偏于静呢？那只是外相，贫僧看的是本性，有何为惧啊？十几年来，君宝每次和人家比武，从来没有先出手过，总是后发制胜，可见他是以静制动啊。高见高见，师弟的以静制动点出了君宝的天性命根，一个静字。武林中公认南有武当，北有少林，少林的武功是外家拳，武当的武功是内家拳，内家拳的要旨是以静制动。那么师弟，你再说说，君宝是僧缘重还是道缘重？阿弥陀佛，主持慧眼一言就道出君宝的天性命根，这次放他出寺就是让他去他该去的地方，这只放虎归山啊。主持一片苦心，贫僧已然领悟到了。阿弥陀佛，善哉。其实师弟的慧眼也早识天机，只是为情所困，舍不得割爱，舍不得放君宝出寺。物无其物，形无其形，放下万缘成大器，提起心灯见明珠。师弟，你可领悟了？主持当头棒喝，贫僧醒悟了。君宝天性聪慧，本来圆明啊。哎呀，知一法而得万法，这就是明珠啊。明珠不应该埋没，而应该让它在世上大放光彩呀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主持，主持，你怎样了？老衲已经到了引幽境灯窟之时，又伤了元气，到时候了。主持，主持，主持，师父，你马上开药方，我给方丈煮药去。不必了，不必了。君宝啊，老衲的话你已经听到了，你怨老衲。方丈的一片慈爱之心，弟子永生难忘。老衲所剩时日无多，是时候了，是该将你的身世告诉你的时候了。弟子愿洗耳恭听。二十几年前，彭英与其义反抗元朝，老衲是义军的右路元帅，有一天给元军追杀。站住！别跑！快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回来！兄弟，怎么了？我被元狗追杀，快快跟我过去！大哥，快躲进去！大嫂，停船！停船！船停下来！停下！快站住！快停船！怎么办？马上停船，放箭！大嫂，怎么样？不行了，孩子，孩子就托付给你了。大嫂，老衲带着你隐姓埋名来到这少林寺，为了保留张家的一脉香火，老衲一直没有为你剃度，让你当一个俗家弟子。是老衲害了你，老衲对不起你和生养你的父母。主持方丈，你千万不要这么说，我父母见义勇为，
身为他们的儿子，也应该引以为荣才是。你父母的救命之恩，老衲只有来世再报。君宝，你七经六脉已经受伤了，老衲是无能为力。世上只有武当的玄阴气功能令你恢复生机。你是有缘之人，应该尽快上武当，因为你是少林弟子，转头武当会被人讲话。为了不让邱真人为难，所以老衲才把你逐出寺门去。你明白老衲的心意吗？弟子明白。明白就好啊。君宝，你天性易学内家拳，又悟性极高，老衲与觉远大师都祈祝你能在武当学有所成，扬名后世。君宝，你好自为之，好自为之。住持，方丈。住持，方丈大师，方丈，方丈，方丈。皇上，主持，皇上，天大地大，张君宝啊，张君宝。试问你将来何去何从啊？流星啊，流星，虽然你是那么的短暂，但是在我眼里却是那么耀眼动人。我又岂能与草木同朽呢？从现在开始，要重新走你自己的路。合抱之木生于毫末，九层之台起于垒土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。张君宝带着师父的希望，师兄弟的祝福，开始了他人生的另一个旅程。查石勒祭祖勾结红巾贼党，有意谋反，着急拘拿，交有司问罪。钦此。臣领旨。石勒祭祖，本相命你戴罪立功，重上武当山宣旨，加封丘处机为太上真人，要他带天下信徒围剿红巾贼匪。你为什么不说话呀？回相爷，全真教向来安分守己，谨守清规，如果以此为由灭了全真教，恐怕是难以服众。再者说，全真教高手如云，下官也曾见识过丘处机的惊人造诣，要灭全真教恐怕也不那么容易。你可以多带一些人马和大炮吗？我就不相信全真教的人都是血肉之躯，难道能抵挡得住吗？丞相，下官以为此事当从长计议。丘处机曾和太祖皇帝席地谈经，地位尊贵，这是其一。第二，全真教信众数十万，一旦逼反了全真教，恐怕是弄巧成拙，酿成大祸。所以请相爷明察。
哼，你休得狡辩，本相今天总算看清楚了你，你分明心存意志，处处抗命，明白是暗中和红巾反贼勾结。来人呐，在，把他押入死牢，后旨斩首。是。下官年近花甲，位极人臣，没儿没女，造反对我有什么好处？请相爷明察。没儿没女有什么了不起？本相儿子不也是遭逢此劫，不是还可以做大元的丞相吗？你自以为武功高强，想图谋造反，你看见叛贼士气，就想和他们勾结在一起，画地为王，图个永久的富贵，难道这有什么奇怪吗？丞相，你分明是血口喷人，公报私仇，横加罪状，你休得胡说。来人呐，在，押下去。谁敢动？丞相，石勒家族四世三公，代代忠良，可是没想到为了表示我的清白，并无野心，我今天就自废武功，从此上不朝天庭，下不涉江湖，归田告老，侍奉娘亲，颐养天年。天日昭昭，天日昭昭啊！相爷，我石勒祭祖已经是个废人，这下您放心了吧？相爷，我老母病重，求相爷开恩，让我回家侍奉娘亲，等待其百年之后，我任凭相爷处置。来人呐，押下去。是。相爷，我老娘病重，让我回去吧，让我回去吧。相爷真是个愚蠢之人，这下我心上那块大石头总算放下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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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、在下没有兵。哦，我这里的十府长都是自己招兵回来的，你可不能坐在这里等我们派兵给你啊。是，在下明白。苏将军，我有话想跟朱元璋说。是。九府长，你知道过了这座山头就是张士诚的地盘了，就这一山之隔暗藏了很多危机，现在大家都在摩拳擦掌，厉兵秣马，准备建功立业，只有你一个人纹不动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大小姐，在下不敢怠慢，只是在下一时招不到兵马。你不过是个九夫长，你不会连九个人都招不到吧？正因为我只有九个名额，所以我要的九个人都是英勇善战，能派上用场的人，所以在下在等，等我的九个朋友来到。那你的朋友都是些什么人呢？不瞒大小姐，其实都是些贩夫土狗之辈。这些人遍地都是，为什么一定要等啊？只因为他们都是在下的好朋友，在下的兄弟。好兄弟可不一定是好战士，莫非他们有什么过人之处？正因为都是在下的兄弟，所以他们愿意和在下肝胆相照，生死与共，能够一起作战杀敌。这么说来，你的这些兄弟都能以一敌十了？岂止是以一敌十，他们加在一起可以胜过千军万马。九副长，
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未免太小看其他人了吧？哦，在下不敢，在下有意请缨，不打无把握之仗。九副长，营外有兄弟找你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来了。大哥，兄弟们，你们终于到了。大哥，大哥。朱元璋，这些就是你要等的人吗？是。朱元璋，你找来的人来历不明，未经准许便擅闯军营，必然心怀不轨。苏州，给我统统拿下。是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谁敢动手，我就先干了他。徐德，快把兵器放下。呀，大哥，你先走。是啊，大哥，你先走。玉春，你也放下。大家都放下，听到没有？放下。大小姐，九兄弟失礼了。没关系啊，不打不相识嘛。九副长，你说的有道理，能够同生共死、肝胆相照的人比得上千军万马。苏州，撤人，退下。是。走。九副长，你的九位兄弟现在都到齐了，以后就要看你如何建功立业了。是大小姐，在下和九位兄弟绝对不会让大小姐失望的。苏州啊，让人拿十坛好酒来给九副长和他的九位兄弟们开怀畅饮一番吧。是。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值得开怀畅饮呢？大帅，大帅，副帅，九副长朱元璋和他新收的九位兄弟。大帅，在下率九位兄弟参见大帅。大帅，在下的九兄弟会为大帅英勇杀敌，就像猛虎一样。哦，苏中啊，这几个人怎么样啊？像野狗嘛，倒还差不多。至于像猛虎，我倒还没见识过。是不是猛虎啊？打起仗来就见分晓了。不过我相信强将手下吴若冰，他们呀是十只老虎。报，报大帅，有个元将带援兵前上对面额头山四十探营。朱元璋啊，机会可来了，这次就靠你和你的九位兄弟把那元将擒回来了。在下遵命。兄弟们，我们走。好，走。慢。元璋啊，这可是你首次出击呀，你要见机行事。是。本帅在这里摆好酒席，祝你马到成功。好，谢大帅，在下率九兄弟一定替大帅擒回元贼。好，兄弟们，我们走。我们走。走。好。乖巧。哎呀，那当然了，那陈大帅呀、啊、今儿个成亲，又娶的是江南第一大富豪沈家大小姐，小的岂敢怠慢呢。别啰嗦了，赶快搬货吧。是军爷。来来来，快来快来啊。军爷啊，咱做的可是小本生意啊，这货一到啊就要拿钱，一共是
去你的，敢跟我要钱，陈大帅看上你的货是给你面子。军爷啊，你总得给点本钱是不是啊？老板，打今儿起我们大帅和沈荣姑娘成亲，便是沈万三的女婿了，你还怕没钱吗？你自己去要也行，咱说多少就是多少。哎呦，军爷啊，我们是小本生意，你们多少给点吧。啊，不是说那沈家大小姐是你们抢回来的吗？妈的，你找死是不是？哎呀，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大帅的事情要紧，走吧。嗯，走。不惹为妙，不惹为妙。走了走了。好了，就这吧。啊，好。咦，快来搬东西！来来来来来来，给我。好了，抬起来。